进来吃饭吧。今天有你爱吃的红烧狮子头。妈，对不起。你搞错对象了，你不该对我说，应该去跟你的同学说才对。可是他真的有点过分啊，所以我才要跟他打。凌云，记住，不管怎么样，学生时代的朋友就跟家人一样，永远都是最单纯对你最好的人，你们一定要和好，懂吗？妈，我知道了。也许他不小心做错了什么事，不过你要试着原谅他，只有能原谅别人的人才能够原谅自己。其实只要能消除我多年的罪恶感，我们可以把东西接受。是不是真的应该听你的话呢？你现在这样做啊，根本没有办法改变或挽回什么。我们林家的事不用你管。我认为记者最重要的就是还原事实的真相。其实你自己也清楚，当年那场车祸根本只是算一场意外。就算不是意外，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跟当年王家的恶意有什么不同？你现在这样子啊，非但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是在制造更多的问题。这问题的始作俑者是谁？是谁让我家人遭受生离死别的？你要我原谅因为自己而不择手段的人？对不起，我做不到，我没那么伟大。是你不能原谅是人之常情，没有人会怪你的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有没有想过你身边的人啊？他们已经受过一次深深的伤害了，你还要再伤他们一次吗？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我身边的人，我就是让他们走出过去的阴影。走不出阴影的人是你吧？你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得到救赎才选择这么做的。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安娜的处境，凌霄的未来？否则你应该知道，你的态度将会对他们产生多大的影响。你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为其他人想过？董事长，感谢你多年来的栽培跟信任，跟着你我真的学到很多。你是为了不想耽误以后的工作选择了离开吗？安娜，你知道这些年来你已经成为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，我也从来都没有勉强过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这样吧，你先休个假，等你心情调试过来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件事，好不好？唉，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我怎么觉得才去度假没多久，现在就你回来台北了？你呀，就是贪玩。如果说一辈子的时间都让你在玩的话，我看你也不嫌烦吧？哎，看你路上玩的时候也是心事重重的，你该不会在挂念陈烈跟林霄吧？林安，教练，真的是你啊！谢谢。这是我们乒乓社以前的教练张涛。你好。
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丁小雨。你好。哎，我觉得你好幸运哦，每个男生都好帅。不要乱说，当教练可是已经有未婚妻了，能够再看到教练真的很高兴。这次回来应该也是为了丁宁解释吧？是其中一个原因。不对，我听丁宁说沈妈后来回去教你们打球。嗯，沈妈的训练很严格，不过在她的调教之下，大家都进步了很多。正等着你回去验收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得赶快找个时间回去看看大家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我这边卫生纸。没卫生纸。我去拿纸巾好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林涵，林涵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他昏倒，你赶快叫救护车，快点！首先，非常欢迎各位加入大专杯特训班。我希望各位不要只着眼于大专杯冠军而已，更重要的是要将眼光放远，勇于挑战自己，成为一流选手的可能。因此，为了要磨练各位不断进步的意志，接下来的训练会更加严格。你们一定要先做好心理准备。好，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新教练。不用介绍了。我个人呢，是比较希望透过训练来认识你。来。所以麻烦各位以后不要叫我教练，叫我沈妈就可以了。是沈妈。好了，你们先看一下手上的训练课表。教练啊，我好像拿错课表嘞。这种训练啊，好像不是为了运动选手而设计的吧？是吗？请问那课表上面都写些什么？啊，它上面写啊，每天早晚要各跑5000公尺，哎，基本挥拍2000下，还有青蛙跳跑道2趟，哎，更离谱的是啊，到晚上还有个人专属的对打训练，哎，我想这绝对发错了啦。好啊，如果在场的各位觉得自己不适合的话，随时可以退出。好了，这段时间就照表操课。另外，陈烈、阿彻，你们跟着沈妈做训练，知道吗？是。其余的人就由我来指导。是，教练。5分钟后，体育场集合。是，教练。5000公尺，基本挥拍。很累啊！我已经跟你们吴教练说好了，我会对你特别关照。什么？你？哦。是啊，我没有去机场接你，因为我最近稿子有点忙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之前都是你怪我太忙，现在反倒是你忙，都没时间陪我。对不起啊，不然等我这次忙完之后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是吗？嗯。什么补偿？看你要我怎么补偿你啊。那么，答应我一件事。